60牦牛的奶，还有白糖，还有那个白糖，还有蜂蜜，尝尝。但是还有十分，但是50万人民币。他的图啊，赵烨气喘吁吁。战役不行了。就是我们当知道是从哪个位置拍摄出来的吗？不知道，不行了。我是被拖着上来的。我想回家。张毅，要不缓缓、啊？张毅，我要拖到他室内去。张毅，感觉就完全被拖拽上来的，没有自我意识了已经。咋样？张楠也不行了，回家。来都来了嘛，高反都反了，你不来玩一玩多亏呀、啊。马凡也不行，马凡。我来都来了。还在强撑，进去吧！加油，加油，马凡，加油，张毅，你是最棒的，可以，你是你是最。看，我们是最健康的三个人，最健康，最健康三人。虽然气喘吁吁，但是非常健壮，而且有说有笑，还能抢答，毫无反应。三人组，他听课抢答，甚至学习了。松赞干部，文成公主，第五次打拉喇嘛。我真的想问一下文成公主，你高不高反？我想问一下文成公主，从长安过来要坐多久车？累不累了？应该是挺辛苦的，苦了你了。我要爆哭，真的，苦了你了。